对？Hello，大家好。嗨。最近上礼拜，上礼拜还是今天？新出了一个益美今年冬至的汤圆，奶茶口味的。没错，我们一直要拍这个影片，只是一直买不到它，就是会被抢购。看看你，它上面写说它是用特选的喜兰红茶，然后没有添加奶精。所以那个什么奶素的也可以吃。对。那我们直接。所以冬至到底哪时候？下礼拜六，今年的冬至下礼拜六。下礼拜六。然后煮的时候要这样一拿它，因为它会粘在锅子上去。它都一直不浮起来，因为它很熟。有一颗浮起来了，两颗浮起来了，两颗浮起来了，浮起来了，浮起来了。煮汤圆，现在是晚上7:30。你他妈的，你也控制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煮好了。我们要捞起来。哎呀，要先放在哪里吃汤圆？我们先吃一下原味。一咬下去就有茶的味道，我还没有吃到咸，我只吃到皮而已。要熟吗？这是奶茶哎，我吃到了，我还吃到里面，而且很香，很烫的哦。我觉得闻起来茶味很重，吃起来是奶味比较重。它其实没有到。花生汤圆那种这么甜，我知道，我觉得那个奶味有点像奶红桃的奶味，只是它是再加一点茶味。我觉得它茶香蛮重的，其实好吃耶。但我如果没有配东西单吃的话，我可能就只想吃一颗。像麻吉，然后包那个两包馅，对，两包的那个馅，然后再加点茶味。好，包奶茶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没有厚奶茶，只有奶茶。好的啊，厚奶茶是很靠臭买的。有没有配奶茶之前喝？因为在吃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喝到奶茶。因为我觉得它甜味就被那个汤圆抢走了。嗯，奶茶不
你在吃的时候只吃到汤圆里面的那个馅的味道，奶茶变得好像没什么味道。但有一个重点，因为奶茶现在是冰的，所以热汤圆加进去，然后马上这样吃，我觉得感觉还蛮妙的，蛮搭的，意外的搭。有些门市它可以就是帮你预留，然后等货到的时候再去拿，所以现在蛮方便。用订，对，用订就不用一直跑来跑去，一直跑来跑去。好，几颗星你觉得？我个人觉得3.8，满分是5颗啦。满分是5颗，我觉得它不难吃，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吃看。可是我可能就之后不会想要再去买吃。所以如果之后它出这个口味，然后跟其他的花生的什么选的话，你也会选择？如果有大家就是家里的人要你吃，可能就大部分都是那些口味，然后这可能就只买一颗，就大家一人吃到一颗。但是如果是花生跟芝麻，我可能一人就可以吃很多颗，我也不会觉得很腻。而且那些口味就是很习惯那种口味，你可以吃很多。可是这个口味我可能就只想吃一颗就够。我觉得是好不难吃，可是我不会想要一直吃。你是不是吃很甜？吃很甜吗？我没有吃芝麻跟花生，我觉得超甜。好，我给4颗星，有点甜。芝麻跟花生。没有到吃很甜啦，可是我可以接受甜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要吃甜啊，这种汤圆什么的，就要吃甜啊。可以，真的可以去搭看看奶茶，一起搭吃会比较好玩一点。对，如果单吃的话，那你可以试试看加珍珠，很多人都会加珍珠，就珍珠奶茶加珍珠，对，很多人都这样吃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拜拜。